今天我们俩准备做一个，这是 unboxing 吗？对，开箱，开箱或者是开袋的视频。Amanda 做的这个是 Etsy 的，然后我做的这个是 Topbox 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 subscription box， 它就是每个月，商家会自动扣款，然后大概就是十几美金的，十块美金左右的样子，然后自动扣款，他会给你寄过来一个这样一个小包裹，然后里边会有各种那个商品的小样在里面，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自己选你要的商品，或有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寄给你。对，就是 Topbox 它可以有时候会选择，对对对，然后 Etsy 它就是不会让你选，然后就是我觉得好像每个月收礼物吧，花个10块钱，然后会有个小惊喜这些东西出来。对，Topbox 只有加拿大才会有，它只寄加拿大。对，然后呢，我的这个 Etsy 呢是美国的，是 Michelle Fun，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YouTuber， 他开了一个，是 one of the founder 吧，应该是 one of the founder 就开了一个这个东西，就我觉得还挺好的，会就是知道，起码就我会用一些平时不会用的一些东西，他会发现到蛮多好的东西的。然后他们好像我记得之前他们有网站会告诉你这个产品就是每月就是五样产品可能是有五个不同的 founder 选的。哦，对对对，然后跟你说你这个 founder 怎么用这个东西，对对对，都会有这样的那个来试。反正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可是呢，就是 Etsy 呢，它好像寄到加拿大来，换算汇率啊，还有 shipping 了以后，它可能是20块钱。可是它有些东西就是开架式的也有，专柜的也有。Topbox 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你能在专柜买到比较，应该是比较高端的吧。对，像我收到过 benefits，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就是很多外，反正基本上都是钱币的也有，对，基本上都是专柜的比较多。然后它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那 Chinese New Year， 就是它会有一个benefits 的那一个专门 benefits， 对，穿进去外面包装都很漂亮，它里面是条，哎，我好像摸到里面有两个盒子在里面的样子。哦，是吗？对，我们都没有打开，这里面有什么？我只是剪开了，我就根本没有看。对，好了，那我们开始吧。开始吧，让我先把这打开。每哎，真的在里面收两个，耶！这代表会有比较多的东西。哎，先别看，先别看。好，那我先拿出一个东西来。我第一个拿出来就是 Etsy 会准备一个卡片，然后就这个月的 theme。这个月的 theme 就是 Metropolis， 对， OK， 就是也没有就是信息在上面，就拿什么东西的信息， OK， 我里面掏，哎，哦，这是一个Guardian， 这它是一个，我看一下，这是，哦，这是。就是那个水 Wonder, makeup remover， 它是个 makeup remover， 这个好，就那个水你可以卸妆也可以当 toner 用，对对对，你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YouTuber Fleur， 他就特别喜欢这个，是吗？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但我觉得这卸妆会卸不干净吧，不知道，你试一下喽。可是这个 size 很好，对啊，这是125ml 的，下面写着是一个 sample， 但是对，它平时一些 sample 都会放在盒子里面，这一个是在单独在盒子外面的，所以也算是个惊喜吧。哦，对，这个呢 Etsy 就是一个包包，它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小的化妆包，有时候这化妆包做的还不错，有的时候做的就各种 material 都有，对，材质，对，有的时候，哦，这个就会有一个这个塑料味还蛮大的，你看。是一股那种橡胶味的感觉，就是，对，好了，你看，然后我这边就是一个，哦， Topbox 他们家经典的那个外面的盒子，它就是这样一个圆筒的盒子，我之前都会拿这个盒子装那个化妆刷，我现在也是，我之前有收到过一个 Givenchy 的那个盒子，它的包装就是都是 Givenchy 的那个样子，哦，好好看啊，对，然后还有 Benefits 的 Chinese New Year 也有，然后还有一些就不同牌子，好像有 YSL 那种，就是不同主题的都有，它会有盒子包装都会不一样，对，这个就是他们家传统的那个 Topbox 的盒子，对，还不错，好了，那我先开我的第一个，好吧，我第一个摸到的， Oh my god， 我超喜欢的，我很喜欢收到化妆刷，而且颜色很好看，哇，好好看，这是个眼影刷，对，我超喜欢这颜色的，一些淡淡的粉色，是这样子的一个刷子，哎，我觉得还不错，哎，对，哎，不错，因为我真的很缺刷子，哦，还有两颗钻石，小假钻，不过是这样子的一个眼刷，还毛还挺软的，哎，还蛮喜欢的。OK， 我看一下我第一个，然后打开以后，它里面一般，因为对，它所有东西都是放在就是一个空盒子，哦，里面还装那个，还装 product card， 然后这边是一些它就是包的很好 ，wrap 很好，一个这样子的纸袋，然后打开以后。对，它所有产品都在，哦，不错，就在这里面放着了。对，这些是我有时候看第一样，
是一个洗脸的，洗脸的吧，应该是Bella Ara， 对 Bella Ara Skincare， 对，这 Purify 应该是就是祛痘的那种。这个上个月好像我也有收到他们家这一款的这个牌子的 Bella Ara 的这个，好像是个 hand cream 吧？哦，对，嗯，试一下，对。我觉得还 OK， 这种东西洗脸的东西都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到的。对对对。然后呢，我下一个呢就拿到的是 Rimmel， 也是一个开架式，它是那个和那个就是超模 Kate Moss 的一个系列，是白管的。这应该是是一个唇膏，哎，唇膏我也很能用得上，还不错。嗯，行。嗯，然后我第二个这个小瓶子应该是 nail polish， 应该是吧？哦，对，它是 nail polish topical 的，叫 Shicha Vita 这个，但说实话，这个指甲油的 topical 的，对，就是擦在最上面的那一种，对，然后。看着像不像我们货架上取下来？你看这还有这个 barcode 的这个东西，很 OK。虽然这么一小，可以用很久，对，它用的不怎么用，对。然后呢，我下一个呢就是Perlis 的一个 是一个面膜，是一个 matte mask。是长这样子的，哎，我觉得这 size 就很适合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就是你就不用带这种 full size 了，你用完你就扔那边就特别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 ，OK， 可以试一下。是干嘛的？这是帮助排毒，然后让脸感觉比较亮，然后紧致的，这么多功能，不知道所有的功能能不能用得上了，不过起码可以试一下。那我下面它是给了三包，这是 Olive 的。Virgil Olive Sensation， 也是 Mars， 它也是 Mars 吧，应该是 Mars Mars 应该是。对，这应该也是，这是橄榄油的这种的，是面膜吗？应该是，因为我们俩都是这，真是刚打开，所以我们俩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哎，是给脚的。哦，是吗？脚和腿。对对，看到了。是给脚。哦，这样子不一样。Food and lower leg afterwards， 可能保养脚的。哎，那还不错。对，可以试试看呢。还给你三个哎。他一下给了三个 sample， 但这样应该算是一个 item 吧，应该是。对。因为 Top Box 一般会给五个 item 左右。对。哦，还不错哎，这。然后呢，我下一个呢就是那个 Balm Cosmetic 的，这是 Bahama Mama， 这是应该是。包装还挺 cute 的。可是很小，应该是个眼影吧？就 pen size 应该是 eye shadow。这么一个小的包装吧，封面很好看，这样子。对。像小书一样。是这样子的，打开了以后就是这样子。还挺 cute 的 ，OK 的 ，OK 的 ，OK 的。这个，而且这个眼影也是比较实用的那种大地色，对对 ，OK 的。然后我最后一个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哦，这是 Masquerade， 它也是它应该是面膜哎 ，Batch， 它是贴在脸上，贴痘痘的，贴痘痘的这个，对，就这样一个小的，我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只能打开。Masquerade 他们家的 Sheet Mask 很好用，哦，是吗？嗯，就它里面有两张，可能就是你长痘痘的时候，你就这样贴进去这样子东西在里面，对。包装还挺 cute 的，对啊，很少女，对啊。然后呢，我也是最后一个产品了，是 Modelco 他们家牌子的，是一个腮红，是长这样，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哎，腮红啊，我还蛮喜欢收到腮红的，腮红比较实用。你哪个不实用？哎，这个颜色还不错，对，桃子色，这个名叫 Peach Bellini， 哦，名字很好听。是这样子，就还不错，这个 size 也很 OK， 就说实话，这个 size 你都能用很久很久。你别说 full size， 对对 对, 对。哎，我还蛮喜欢我这次。然后我最后一个盒子里面还有一张，它这个是 product 不是，这不是。哦，它是好像是和 Shoppers 合作了。它这张表上说，如果你去到 Shoppers 买这个的 full size 叫 Dry Fast Topical 的，你可以拿到4000个 Optimum 的 Rewards。对，就几分可以多拿4000分。对，对，还有对，就这样一张，然后有他们上面有他们的那个 top box， 我还蛮喜欢他们的包装，就很大气，你不觉得吗？紫色、白色，简单，很好看。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北美的小朋友真的可以。对对对对，就等于每月给自己花10块钱买个礼物，而且可以拿到这么多的东西，你看刷子啊、唇膏啊、什么卸妆油啊，这罐我觉得真的超适合。我觉得这罐来都不止一个月，你每天卸真的特别适合。对啊，还不错。你这个其实，在商店卖也要卖5-6块钱吧？对，我觉得，对，我觉得反正肯定是超值的。对 对, 对, 对，觉得还不错。所以呢，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然后下个月我们收到了以后，我们也会做。哦，对，讲到这是几月份的？这是一月份的吧？这应该是一月份的。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两个网站的 info 都会写在下面，大家可以，如果北美的小朋友会去看一下。可是哦，
我知道国内也有这种的 service， 它是叫 Glossy Box， 在国内也有，是好像一个月200块钱，然后也是很大牌，像什么 Lemaire 啊那些。希望大家能订阅我们俩的 channel 吧，因为我是第一次做，然后对，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鼓励。Yeah. 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提。对，新手上路，请大家多多关照，谢谢。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